是谁吗？哇，非常开心哦！今天无双乐团来到了鹿港，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刚好是端午节的夜晚，所以呢，非常开心，无双乐团跟你们一起共度了这个非常美好的节日哦。那无双乐团在这边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，祝大家多多吃粽子，然后呢，待会呢回家不塞车。好。那接下来第一首歌呢，就要带来节庆的音乐了，也符合刚好现在端午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要带来第一首乐曲了，叫做《凤阳花鼓》，送给你们。小小的游戏规则哦，当丽丝呢每介绍完曲目的时候，别忘了要你们的掌声还有你们的叫声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好小声哦，这是鹿港的声音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没错，今天要把你们吃粽子的音量拿出来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呢第二首乐曲，好，我可以有小小的要求吗？就是帮我把曲目表贴近一点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，要带来非常经典的国语歌曲哦。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会唱，这首歌叫做《夜来香》，希望我可以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这里也那么空旷，你唱歌也没有人会发现你的，好不好？跟着一起唱《夜来香》，送给你们。哎，我刚才说什么？好，《夜来香》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
谢谢夜来香的给大家。刚刚你们有偷偷唱吗？有吗？哎，曲目表还是没有贴近哎，那我要走过哦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三首歌呢，要带来我们无双乐团自己专辑里面的歌曲了。那这首歌呢，来自于《兰陵王》的片尾曲哦。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个宫廷剧哦，非常的好看。当然，它的音乐也非常的好听了。那它的片尾曲呢，是由叮当小姐所演唱。哇，有一点小小飘雨了。那大家记得撑个雨伞哦，小心不要感冒了，好不好？天，老天爷啊，不要下雨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要带来花水月。那这首歌呢是叮当小姐所演唱的手掌心哦。那 DK 课老师呢也非常用心的帮我们重新打造了这首歌，叫做花水月，送给你们。哎，后面的朋友我爱你们了，谢谢你们，花水月。Thank you.
谢谢，花谱音乐送给大家。啊，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哦，刚好也适合现在这样子的，这样子气氛的感觉。刚才呢，其实看到很多的很多的闪光灯，还有有人拿手机的闪灯，其实还蛮美的啦。谢谢大家，而且我们刚好也有泡泡，真的非常梦幻。好，接下来呢要带来这首歌曲哦，这首歌曲呢要来要那就要说好好宣传一下了，因为呢就在七月，就在我们彰化，我们要来表演我们最新的作品了。武商乐团呢要推出一个最新的音乐剧哦，那真的是从来算是最新，从来算是一个突破。武商乐团从来没有这样子用这样子的表演方式哦，它是有一点带有一点戏剧，又有舞蹈，又有音乐的。这出音乐剧真的希望彰化人都能够前来，好吗？就在我们7月23号的园林演艺厅哦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，好吗？好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会收录在我们这个音乐剧里面哦。那如果大家很想听听看，为什么会有这首歌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，那就来看我们的心动音乐剧了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姑娘十八一朵花》，也送给呢，就是花的故乡彰化，对不对？好，送给大家《姑娘十八一朵花》，谢谢。还有，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贵宾，我们的前彰化县长欧老师，欧县长，县长好，谢谢。哇，那其实呢，也是我们武商乐团的母亲了，所以呢，也武商乐团在这边祝你端午节快乐，谢谢。好，也祝福大家在座的大家端午节快乐了。这首《姑娘十八一朵花》送给你们。好，谢谢。
谢。好，我有一个要跟灯光师小小的要求，就是我们曲目结束的时候，那个灯不要那么早按，因为我们有一些 ending 动作，有时候呢要抓住那个最后的 ending 动作了。所以呢，曲子后面的时候，灯光师麻烦不要那么快按，谢谢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一首歌曲，哇，这首歌曲哦，算是我们二胡界的世界名曲了，大家呢一定都听过，但是不知道它的名字。不过呢，它的曲风。哦，对不起，思思又记错曲目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一样呢要带来呢，就是刚才呢思思说的《心动音乐剧》里面有收入的歌曲哦。那也非常适合鹿港这个地方，因为它叫做《满山春色》，送给你们。好，带来这首《满山春色》。好，大家把手借给我，好不好？借给无双乐团，路过了大家，后面的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你们了，手借给我们好不好？还有这边的大家，手借给我了，好了，右边的。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带来刚才呢荔枝说的这首二胡的世界名曲了。那这首歌呢，只要学过二胡的，或是常常听到二胡声呢，都会听到这首歌哦。它叫做《赛马》，待会呢，你们就会听到那种克隆克隆的感觉哦，而且是非常快、非常厉害，看到我们厉害的二胡手哦。好，接下来把掌声留给我们二胡手好吗？谢谢。哇，我看到后面好大武装乐团的 LED 摊板哦，谢谢你哦 ，Love you。好，这首《赛马》送给你们。
有马在草原上奔驰的感觉，有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休息时间就到了。今天呢，无双乐团就我没声音，哎，一二三，好好，刚才突然没声音，突然叫到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带来就是无双乐团非常用心哦。今天呢，算是非常开心在鹿港。我还想要讲一件事，就其实呢，在前年无双乐团呢也在鹿港出现过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哦。所以真的很开心，在两年后呢，无双乐团又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了。所以无双乐团今天有带小礼物要送给你们。